因为您的支持让我们踏实的成长，一百万个你我千万个感谢。我是王灿，民视戏剧馆给你满满精彩的回忆。中间两人的关系，将话饮看上细，才知爱你万千。要恋你的日日找啊找，想你到老也袂变。咱班不是还有一个发展很好的人，就是李文章。刘阿准，听说他是你亲家。我跟他不熟哦，你别问我。听说他今天也来。哈？他讨厌过没人缘没朋友啊？徐子谦跟姚佳怡来参加婚礼哦。徐子谦嘛，太博爱啊。刘阿准，你敢要考虑一下，你不是单身，李文章也不是单身，你考虑一下，到嘴啊！哈哈哈！我跟李文章哦，就参球是南极跟北极，负极跟正极，赶快遐尼远啊！而且，我细汉时阵，大家拢叫我啥？刘大胆呢、欸？我哪可能跟迄个胆小鬼、爱哭鬼到这块，去给他倒追，拜托姐！李文章看起来无亲像一个胆小鬼啊！哦。那是唱了好，我跟你说啦，我兄弟我们就抓到那家的尖叫鸡，就李文章的兄妹啦。哦，他爱我兄弟爱到笑不知道呢，你若是抓到他，他就像那尖叫鸡一样，呜，他都这样啊，你看，他阿兄会像什么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他那杂志专访啊，我也去我也看到，那相片那够有够假的啦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黑包很重的啦，整个面啊，就像是魔爱一样啊，都没笑，没表情啊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，他是在帅第几空间的。你是要说我嫌话歹话说到当时啊？公司笑的啦，甲大家做一个娱乐节目啊，你莫放在心上啊。好，恁老家的人拢真个公司笑，昨下恁小弟嘛甲我讲一个真好笑笑话啊。伊讲伊做这么侪歹代志，是因为头壳内底生一只瘤。你讲是毋是真好笑？这毋是笑话，这是事实哦。医生有讲啊，这个临床顶管吼，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林小弟这渣男这家你顾啊，不是因为脑瘤，是本性。你是渣男阿姊，无怪哦，一支嘴，叽叽喳喳讲袂停啊。你背后讲我，甲阮小妹歹话，讲啊真欢喜。是的啦，哦，我无。我甲你保证啊，以后我绝对会伫你，还佮恁小妹妹头前直接讲你的歹话，袂伫你的背后讲，安尼行是无？你，我无想要浪费我的嘴暖。你慢慢呢，哎呦，阮小弟哦，之前做诶唔对代志哦，我拢有甲伊念过啊啦，恁小妹。我甲阮妈哦，去恁家借住的时阵哦，嘛恁家过啊，伊确实是淡薄笑。哎，好嘛安尼啦，啊恁小妹笑哦，阮小弟渣，安尼毋着扯平啊，吼。啊，拄则讲迄杂志，我的意思是讲你缘投。你当我姐，我是你本色。
有遮蠢。我看你甲李文章就有话讲呀，哪会讲恁两个不熟？是啊，每一个拢是夹刀带棍的。我看恁两个根本就是有仇。你呐，卖阿袂要啦，我先去洗头先。家主，你这女魔头，拢是因为你，害我自细汉到今嘛，那是惊乌，那有幽闭恐惧症。李文章，你这讨厌鬼，这样爱 Q 我，更何这样神，大剑如师有啥物了不起？迄当初若不是我把你救出来，你搁哭伫迄间鬼屋内面，哭着叫妈妈。是门派去啊！我卡一电话去本店，叫伊派人来修理就好啊。哪里啊？哎，哪里啊？找到嘞，就是伊看到歹物啊，惨啊！即马是手的时啊，我要安怎？李文章，是恁哦，莫动我啦！听讲你要去美国做小留学生哦，恁家这么有钱，你的铅笔盒内底有较好的装铅笔，摕来。不然的，这是我爸爸送我的礼物。你哪会这么当生啊？恁家这么有钱，你叫恁爸购买给你就好啊。对啊，紧提出来啦！我不爱，我不爱。李文章，你别走！李文章，你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哎，李文章早去鬼屋内底，奶奶创治。好。李文章，你哪会咪伫咧鬼屋内底鬼去？你今仔日就困伫咧遮，等下有女鬼来甲你加陪哦。李文章睡鬼屋，李文章睡鬼屋。李文章，你帮我救起李文章。爸，妈，我咪有困伫咧鬼屋内底，你今日救我。爸，我就惊呢。文章，现在是七月时，你晚上补习刷哦，得要紧回来，啊，若无会叫好兄弟抓走去哦。妈，妈！这间厝不是包人住吗？哪有靠山会内底传出来？大家拢讲那间破厝是鬼屋，不过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无鬼，到底是谁讲的才是真实的？刘家村，别惊。
啦！你哪会这么无聊，要伫咧遮讲遐囝？你是刘家纯，还是弟弟被僵尸咬着啊？所以你即摆会变僵尸啊？若无，你的嘴哪会遐尔红？你看好清楚，我是人，唔是啥物僵尸。你真正是人？你紧放手哦，无我就把你的手咬断。刘家纯，你真正真无聊呢。有啥物拄只要假做鬼搞吓惊啊？我是听到鬼屋内底有哭声，想讲来看是人还是鬼啊？而且你有啥物一个人秘伫咧遮？拢是王宏毅佮徐子谦啦，伊要抢我的自动铅笔，我无爱给伊，伊就一直咬我。所以你就走来秘伫咧遮，互伊用物件挡伫咧门口。李文章，你安尼去美国读书，敢无问题？美国的鬼佫较济哦。有吸血鬼，还有木乃伊，我看你真系无大，也是留伫个高房啊就好啦。相公我无大，迄是因为你生作小恐怖，我才会互你惊着。你去讲一摆试看卖。而且你到底是食啥物件，食到规嘴拢红叽叽，敢那鬼呢？你若是继续留伫个遮，伊我拢卖出去啊，讨厌鬼。刘家纯，你真正是丑陋的呢。你根本就是女金刚、女流氓、女魔头，你就是胆小鬼，咱俩就卖给你啊！哎，刘家纯，你等我，刘家纯，刘家纯，文章，妈，文章啊，我看你也袂回来啊，我就紧出来找你啊。妈，这个鬼屋足恐怖呢。什么鬼屋啦？你莫当后壁乱讲啦。妈，有真你上爱吃的牛排，咱紧回来吃好不？我无法度出去啊！你无法度出来，你敢是残障人士？不是啦，应该是人歹去啊！我拜托你，什么办法无？先叫我出去再讲啦。哦，救人救命，态度真歹。哦，那你拍谁啊？我入来啊哈！较紧的啦。啊！你住在一间啊？一间啊，一间无一间。哦，好啦，你徛到后边哈。你走来南侧是要从啥？上午早我就听到一个小 baby 啊，啊在遐哭救命救命，哭到足可怜的。我想讲这小 baby 是谁啊？原来是你哟、哦。像是你的小 baby。那不是 baby， 那才无大，都是在这底下哭。你是倒嘴，你把酒放在我咧哭。我不跟你讲。
三礼拜。夫人，孙夫人，啊，今日哪有闲来？在啦。我听讲恁家的医美中心会当让人自费做疤痧，对不？哼，一定是杨美玲讲出去的。哎呦，孙夫人，啊，我唔知影你是为倒位去听到这款无正规消息。啊，这种违反医事法的代志哦，我哪有可能会做啦？我真正要来替人做疤痧。快些啦，我去白走一撮啊！来，我送你啦，我送你。你放心，我出去绝对袂甲别人讲的。孙夫人，哎呦，我真正失眠足久啊，逐工拢困无好。你着当作伫咧做善事，甲我斗相共一下。看是要做啥物疗程，在你讲，只要会当帮我做疤痧就好啊。孙夫人，坐啦，坐啦。你若是有失眠的症头，就应该去看身心科，唔才对。我替你介绍阮朋友身心科上厉害的医生给你，安尼好不？哦，我已经看几啊间身心科拢无效啊。阮朋友身心科甲北京无同款，你去看了，若是够有时间，会当来阮家做医美，阮随时欢迎你。而且，你若是想要自费。绝对是无痛疗程哦，无问题。安尼先帮我挂号，我便马上做疗程。啊，不过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，绝对别让好别人知影。你放心，我去就把绝对的，嘘，什么都没讲。孙夫人，那恁得麻烦你先去阮的贵宾休息室歇困，我再去叫人带你去做你想要爱的。无痛疗程，好，多谢你。圣诞节哦。李白，一丢胡林，你找我。等下，你去贵宾休息室找一位孙夫人，伊要做无痛医美疗程。无痛医美疗程，一丢胡林，你不是讲袂当做啊？你嘛知影，摕麻醉药不遮尼简单，要经过四道关卡。我真无简单，再把麻醉药摕转去藏尔。啊！你即马阁叫我要偷摕出来哦！你放心，我已经拢安搭好啊，你着出去去摕就是啊。一丢胡林，歹势，我做袂到。所以你敢拒绝我？我唔敢，要唔过我阁较唔敢承担这个后果。总共一句，我袂当甲你斗相共啊，真正就危险。这是你今仔日的服务费，一万块。只要替人客做一支痧，就当赚到你每个月薪水的五分之一。啊，你若是无想要赚，就去找别人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其实，去甲麻醉药提倒转来，虽然就危险的，也不过对我来讲是小可代志，无问题，无问题就好。啊，不过你一定要较细腻的。
千万唔通互任何人知影，尤其是你的阿姊。就算你无讲哦，我嘛无可能互伊知影啦。我甲伊冤家哦，已经冤几落摆啊咧。我若是想到伊哦，我就几百个火。你知影？你就感觉？你！不准捅出来！你敢知影？这是足高级的洋胎茶，一杯几千块呢！你竟然恁两个敢偷出来？哦，现在是不是太浪漫？潘师长，我不是挑工啊，潘师。煞煞去啊！你想的是哦，紧把代志办好，那无这几万块就敢偷出来？不用的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帮你办到足妥当的。你免烦恼，吼，先安尼，再见。孙太太，那 VIP 病房第一张，下面就我来。孙太太，今仔日敢有这个病人？徐耀珍，你拄则传去 VIP 的病房，那病人叫什么名？做什么疗程？想怎无伊的病历？是院长夫人交代我的 VIP 病房，所以病历资料只有我有而已。安娜，你问这么多是要冲我的人客？小珍，好啊，我没时间跟你讲话啊，我要来去替我的 VIP 病人准备疗程。杜小姐的孙太太看起来情形很坏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疗程啊？是安怎医疗夫人会亲身把这个病人交予佑珍，而且阁无病历？敢讲阁是？真系有钱人，真正是有钱无地开呢，竟然为着想要困，就走来住下。是讲安尼嘛好啦，我只要替因出一支声，就会当有一万块，安尼嘛上好赚啊。徐佑珍，我来替我的 VIP 病人做疗程，你这样雄雄走入来要创啥？万一差着我的病人是要安怎？你替伊做疗程，做什么疗程？啊，物件嘞，什么拢无啊？就因为安怎讲袂出来哈？我不是跟你警告过啊？你难道做这款代志哈？我是做啥物代志啦？是医生阿袂啦，我先做一支下互伊困尔。你爱我讲偌济解？你无麻醉师的执照，袂当替别人做麻虾。别人还要出代志，你是要安怎？这嘛不是我愿意的啊，是院长夫人叫我安尼做的啊。你有材料就卖骂我，而且去骂院长夫人。你讲了真好，我今嘛就去。啊，徐有信，徐。我凊彩讲讲尔，徐有信竟然真正要去找院长夫人。院长夫人拄则才交代我，绝对袂用的，互徐有信知影。我惨啊！哦，这贵桑桑的洋胎茶，头头竟然让小珍安尼啉落，搁吐出来，害我又搁要重泡一杯，叫我怕死。一定有人！哦，徐有心啊，你礼拜我办公室都免弄门的呀？还我有个龙会外洋胎茶，无啊，我带什么代志啊？你想要叫佑珍去偷摕麻药，替 VIP 病人做？你若想要继续做这款亏心事，麻烦你家己做，莫替我小妹落水。我
明明就叫徐若瑄，要让徐若瑄知影，结果竟然一个，哦，真的世界两个无，放个屎一大堆。是安怎一直胡言不讲话啊？哇，徐若瑄，伊竟然私底下去替 B I P 的别人做把戏哦！哇，这是违法的代志呢。假使讲我找到证据，一定要把伊赶出咱的病院。而且哦，我搁要甲同业的讲，千万唔通去用伊。你即卖是咧用个小妹头颅甲我威胁是无？明明是你叫伊做诶！阮你是倒一粒目睭看到我叫伊做啊？这种无证无据的代志，你是千万唔通有白讲的呢。而且，我提醒你啊，你若是唔惊恁小妹以后伫咧护理界的消息，就最好是去甲志成道吼。你哪会当讲这款话啊？你是异地夫人呢，哪当做这款破坏别人名声的代志？那你是咧甲异地上后脚诶？我安尼做是咧替别人开辟财源。那我破坏到便宜甲做成的名声，而且啊，我下摆到内面又搁有伊个囡仔，你俩尊哥伊会好哩去这间便宜，也是摆我这个太太啊。你卖去讲啊，不管你去甲志成讲我啥物歹听话，你拢无可能会离婚嘞，连都是你啊。我恁家恁小妹真有可怜，会因为安尼失去恁的头脑。你咪威胁我，你做啥物代志，你家己真清楚。你咪想要甲罪名落向阮小妹。阿哥有，你家己拢知影，你即摆巴肚内底有异地的囡仔，拜托你胎教，胎教会接受，拜托囡仔一出事，你互人看袂起。徐若瑄，即刻转来。徐若瑄。气死我！这徐若瑄，你这种人想啊，竟然敢安尼搞我呛声！我真是……徐若瑄这种脾气，恐怕伊真正会去找志成道。是个，我是要来应付才好。趁刘小兰还袂来，我爱紧个鱼仔提当去放好。所以那么悲观。对啊。嗯。你想做啊？伊阿讲什么问题？哦，无啦，我伫咧收囡仔，这伊阿胃口干了无啥好啊。哦，那恁干咩换别款的饲料？好啊，那恁囡仔下班，你坐我去呗。啊，叫王振，你弄滴了。阿金，嗯，你哪会来啊？有啥物代志？我是公司的董事呢，我无代志，袂当来随随看看。通了蛮硬啊。嗯，哇，这是真正足无聊的，毋则想讲我来公司行行，随随看卖啊，恁敢有认真咧做工课，还是拢咧拍哪里啊？阿金，你放心，
我甲文珍做代志一向拢足认真诶，根本就无需要你监督。假使哦，你若是感觉足无聊诶，你会当参加一寡团体还是商会，安尼哦，你较袂无代志做。即摆去参加商会哦，已经不比较早你若旧下要去掠牛怪进前啊。即摆去哦，怪去用看袂起呢。也毋过最近哦，我参加一个魂元进化灵修班，我感觉对我帮助袂歹呢。哦，迄灵修班我嘛冇去啊。我也是感觉最奇怪呢，伊一个摕啥物度化石灯，一个摕你好食后啉的迄种能量水，真每一项拢是爱钱的呢。我真正就惊你是去有人骗去啊。我惊会去用骗去，我惊会惊哦，是你不是我？阿姨，你是在讲啥？哎，文珍啊，你就较早去有这刘家的骗个玲珑色啦，啊，思维黑白都分不清楚呢。我敢讲话，我跟你骂起来哦。阿姨，我跟家有这么真正就好哎，你不要提八百年前的代志出来讲好不？是阿姨，过去的代志都好过去啊。你若是真正不相信，你会当问我妈。我真嘛是真心想要悔改。是毋是真心悔改哦？只有家己知影啦。毕竟哦，只要是人，拢会为着要维护家己的利益哦来讲白菜。也毋过世间万物都无共款啦。阮教主讲的，天地万物皆有理，而且哦，动物绝对袂讲白菜。只要你敢问，伊都会甲。伊目睭所看到，坦白甲你讲，哦，听起来真足厉害嘞！那安尼阿金，我问你啊，你敢知影迄斗鱼咧想啥？好，这你问我就对。我最近哦，拄好灵修到一部分啦。你若想要知影斗鱼咧想啥，你问我就对。阿金，你敢会想哈？假使咱人哦，若咧听到动物咧讲话，安尼以后谁敢食动物啦？哦。别说话，我跟你说，哥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你派两个拳头，杜宇，杜宇，你一定要替我行官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，我行。我那一日头壳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金，你到底是咧演倒一出啊？你真有够厉害啊！你拄只学迄鱼啊，够成的啊！那遐尼有时间啊，我就想要替你报迄舞台剧，你们去做哦，有够可惜的。哦。我这不是你学伊个，我是要让恁知影哦，这斗鱼是要甲恁讲啥？哇，看起来这教主讲的是真诶，迄通灵哦，直接消耗就一体来了。哇，啊，是啊，看起来真正有够真诶啊。那呢，我爱去甲阮妈讲一下，以后莫搁去啥物灵修班啦，啊，若无啦，要甲采取你安尼消消，我着麻烦啊。是啦，阿姐，啊，你搁继续跪伫涂骹创啥？根本是要当阮互你打赏。紧起来啦，歹看啊！哦，我这不是在演好无？我嘛唔知我家己闲啊安尼啊。而且哦，我真正有感应到嘞，迄道友咧甲我讲哦，刘佳瑶早都会惊，而且伊个会跳舞呢。嗯，哦，我嘛安尼希望嘞。卡斯讲迄个教主会当让佳瑶安尼徛起来，佮参照你安尼跳舞，那嘞？爱我回我这钱，拢无问题。文仔，若是要浪费遐个钱，那我甘愿把遐个钱摕去做善事。敢讲阿金真正会当听到伊阿讲话？文仔啊，阿金无甲你苛刻，人讲哦，话好话皮薄话滚，啊，敌人敌兵不敌心。刘家有这样做这么多坏事哦，你该对我较细腻。要若无到时阵，要哭不白晒了。啊，你若不相信呢，准拄煞我要来走了。真啊，你莫猜我阿金啊，伊一定是去学迄邪教洗脑啊，所以伊才会来这安尼乌白讲话。阿金啊，咱就当作
是看伊咧变狗人就好啊，我袂甲伊计较的。看起来大家已经开始咧怀疑我，我一定爱较细腻的。最近哦，常常楼梯爬无几步啊，身体哦，都做吃力的。先坐落来再去讲啦。哎呀，啊，我的手机啊，煞放伫房间，袂记哩摕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人老啊啦，迄身体哦，嘛袂听话啊啦。妈，想想这下啦。啊，可能最近较无去运动，我就陪你出去行行的，运动一下，安尼你心情嘛较好啊。出去行行的哦，哎，安尼嘛好啊。啊，最近哦，有你陪我，我的心情哦，确实有变较好啊。你放心啦，我暂时袂当去美国，只要你袂把我看较烦啊，我常常都有当陪你出去行行的啊。戆婴啊！我无看到你哦，我唔才会烦。妈，我去开门。阿妮，文珍，文珍，跟你去阿公爹。无爹呢？你有代志要找伊呐？哦，无啦，伊无爹拄好。阿姐啊，嗨，我有一件足重要代志哦，要甲你两个讲啦。什么代志？这么神秘啊？你家己看就知影，来，你看，豆芽，你讲白菜啦，刘佳瑶过去是个渣男呢，伊丈人在生的时阵哦，伊就无介意啊，啊，丈人过身了哦，啊，三不五时说让伊太太哦要整伊为善呢，哪有可能个性真好啊？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我敢问较详细，哦。你的主人对你袂歹，啊，不过你袂当暗砍哦。你爱老实讲，你的主人有做什么歹代志？我把刘佳瑶的斗鱼拿去有教主通灵哦，主要是因为我跟思思拢怀疑讲刘佳瑶卡诈就好啊，伊假掰卡上主要目的哦，就是要逃避刑责。佳瑶敢有这样搞演？啊，文正规工要甲佳瑶斗阵，奈拢无发现啊？我看佳瑶也无什么问题啊。妈，那是刘佳瑶存心要骗你，嘛我这里简单让你看出来啊。就是讲的。你还教主拢讲到安尼啊呢？阿姊，你敢讲一点仔怀疑都无？我唔是怀疑教主的话啦，是讲迄斗鱼，迄斗鱼讲的敢会是其他的代志，唔是你讲正常？啊，而且迄教主讲的话，迄每一句拢是安尼打打杀杀，伊也无讲是假药，啊，台死正常的啊，哎，啊，敢会拢是你家己咧摇的？哦，阿姊，我跟你讲。我的第六感哦，真正就准的，迄实际状况一定跟我想的同款。嗯，你第六感若准，那恁恁之前哪会去让人骗300万啊？嗯，哈，阿姊，迄是意外啦，而且最后我嘛把钱摕回来啊。哎，阿姊，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是唔敢相信刘佳就是害死姐夫的人啦。毕竟这对文正来讲是过残忍啦，你唔只咧家己骗家己。江慧君，你这是真严重的指控哦，那你无证无据哦，凊彩枉枉人啊！妈，啊，不过之前刘佳瑶暗藏台明月的代志，这是属实。就是啊，刘佳瑶过去有歹记录，而且你莫袂记哦，当初就是刘佳瑶甲你陷害，让你白白关几啊个月，无论我叫怎么想啦，我愿意相信，你
这是什么胡话嘴啊？无你是故意到位去啊？好啦，妈，阿健，我看你啦，不如直接来试看卖啊。哦，啊是恁头脑较好。无啦，啊之前你爸就试过啊，啊也无看出什么啊，啊无你是要安怎试？我有听陈浩讲，柯医师亲戚进前，伊有对无路行路的吴院长做惊吓疗法。我看，咱赶快用这個方式好啊。安尼敢有效？啊，若是个回家以后，啊，还安尼受伤是变怎？哎呀，袂啦！我听讲这惊吓疗法，自古早都有人咧用呢。有一个范进中举，也告诉就是安尼啊。伊五十岁哦，要中举人呢，袂因为伤过欢喜就遮起笑啦。啊，伊丈人哦，都甲扇一个足大个嘴巴，讲惊吓你是着啥？怪有精神啊！真正有种代志哦。哦，当然嘛有，我跟你讲啦，扇嘴巴这种代志，我从较早都毋捌输过啦，真正有需要哦，我绝对拍甲流血，惊甲哦，啥物代志拢讲出来。妈。我看这看没有啦，安尼嘛较放心啦。好啦，啊，无咱试看卖啦。啊，哥，你看你心情遐尼好，约我甲佳瑶出来散步，咱兄妹的感情敢有遐尼好？我是陪妈出来散步，顺道找恁来，想知影甲来顾恁翁，无咧陪妈。妈就是因为今日踮伫厝内底，无晒日头，才会心情不准，人都睏无好。你拢伫咧美国做工课，拢是我咧陪妈。你莫讲到袂洗，家己有话友好同款。妈，你敢会感觉过安尼讲出无公平啊？恁哥是因为工课关系，拢伫咧美国。啊！一查恁爸的消息，就马上坐飞机赶回来啊！恁两个哦，拢真友好，恁就莫阁计较啦。友好的方式有足侪，只是今仔日讨厌你呀，伊是要甲你乱死。你当怎样？适量的紫外线会当刺激身体，分泌多巴胺、脑内啡，会当让人感觉快乐啊。这句话，刘家瑶平时向你背，出来拍只里头，也是袂歹啊。加油！你讲对无？对啊，我确实一句无出来行行，啊出来散步一下嘛袂歹。加油，拢安尼讲啊，你莫去嫌热啊。妈，啊你毋是讲想要去药局买一寡物件？我文真袂入去啊。我陪妈去，啊加油要安怎？加油，大人大进啊，是会当安怎？是无去啊？这没要紧啊，您整理。好啦，妈，咱家。哥哥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啊？我是不知道我小妹跟她在哪一点，但不过也都嫁了，一同也生了，这不代表你就是我一个人。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。虽然说你开刀把脑瘤拿掉了，但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不代表你就已经改变了，因为你之前做太多坏事情，我也这样怀疑也真正常，对吧？不过啊，我是真心想要改变的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当证明，予你要到伫天顶的爸爸看到我的改变。爸死的时阵，我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啊，毋过伊出代志的时阵。把伊两个人伫厝尔，你即嘛是咧怀疑我？我确实是感觉代志无单纯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老实甲我讲，爸的死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
当然嘛是无关系。虽然我有当时甲爸意见袂合，不过你嘛袂当凊彩甲这罪嘛安插伫我身躯顶啊。你放心，我若无确实证据，我袂诬赖你啊。我敢想要你知影，即摆我倒来啊，任何人想要伤害我厝内底人，我绝对会让伊耍。我甲你的想法嘛是同款。总有一天吼，我一定让你认同我甲你是一个人。喂。哦，是计都画了差不多啊，啊无草稿我等下传给你。好，你等一下，加油。我一个工作电话接一个，你就伫遮拍遮里头，我先回来。了解，做你去无用。这里头真正作业的。不过我徛徛找一个所在休困好啊。梅英姐，原说是李文章想要试探我，我看我是较细腻较好。行吗？快进来。好。哎呀，这种速度乃是落去，我是嘛保着命。我看我是先跳车好。可我若是跳车，李文章就知影我会开更好。别去。这条车也是白痴哦，那干嘛要弄不少趟？阿妈你看看，这可能人种可怜啦，这一条是咱误会伊啊，真正无路行。另外一个。就是决心要嫁到底，安尼牺牲敢会伤大？那是决心要嫁到底，就表示这个人真恐怖，心肝真凶，我什么代志做不出来。你管，真有人嘞？哎，迄个不是佳瑶？佳瑶。啊！李文章，我来，你哪会像刚刚那样？我是怎么在家？我这样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你玩我不？啊！你不是在顶头，来这是要创啥？公，你是讲要接我加油啊？谁做你人无去啊？我就去接一个电话，想知影。也变安尼了。喂，文正，你卖挂大牛啊！哎，是为拄只，我只个干阿车搞落，我唔只会下来，甲伊无关系啊！算我衰啊！啊，你有要紧无啦？妈，应该不要紧啦。谁讲的？加油！我带你去病院检查一下。啊，咁多衰安尼？哎，一定需要。那么文正哦，没帮我耍。来去便宜啦！哇！李代，
医生，我有代志要甲你。你又搁要来找你医生斗啥？我无。我刚才是想要让医生知影事实。有钱啊！代志我拢已经知影，不可能只是误会啦。伊丢，唔是安尼，无是安怎？我从来袂因为谁业绩较好，谁考到八级，就对谁大细声，更加袂用家己的权力、家己的身份去欺压任何人。我知影，徐有贞是你的想法，你想要维护伊，迄是真正上的代志。啊！不过许幼贞偷摕麻药，对是唔对？就算讲你搁较安怎想要替伊安卡，嘛不应该安尼冤枉别人。我才无冤枉你，幼贞已经甲我承认啦。你遮个代志，拢是你叫伊做诶。而且我亲目睭看到，幼贞带一个孙太太入去病房，那护理站根本就无这个人的病历资料，后来我再入去看，又看到幼贞。已经替那位病人做完麻虾，麻虾？什么麻虾？你敢确定许幼贞替孙夫人做的，一定就是麻虾？请问你敢有证据？我，所以你无证据，嘛敢来找林医长斗？许幼贞。你是当作我足好欺负的，还是认为恁院长耳空轻，会当听你安尼胡白塞人啊？我无安尼想，我只是我知影，恁家的环境无好，恁妈妈又搁替帮摒扫，所以你足想要成功赚大钱，改善恁厝内的环境。这出发点是真好啦，啊，不过你嘛袂当因为安尼就违背家己的良心，去做了不要甲恁院长讲别人的歹话。甚至是一知影准成功，甲劳改关系袂歹，就一直想要接近伊、巴结伊。好啊，小安啊，你真正愈讲愈离谱啊！卖袂记你的身份，讲话伤过超过。我讲的拢是事实，你讲的才不是事实。阮家虽不是真好呀，啊，不过我至少还佫有自尊，嘛真自爱。你讲的帮较准点。伊丢，今日我要讲的代志，你已知影。你嘛认为讲，这一切可能是一个误会，那你嘛无需要阁加讲啊。拜谢甲您交流。但幼心啊，你是卖真正着急着走。请问伊丢，还有啥物代志想要交代？这件代志看起来范围真大，我无可能着听你，还是你院长夫人讲的话。我就相信什么人，因为无证无据，我袂做出任何决定。这个代志，我会调查清楚。你那边若是有啥物证据，你随时向我报告。我知。但呢，我先不用。吴志成，你看啦。连一个小小的护理师，拢敢安尼对你讲我的歹话，一点仔拢无甲我藏在眼内。我是你的太太呢，因无尊重我，就表示无尊重你。安尼以后，我是要安怎替你管理这间病院啊？你若是希望别人尊重你，你就要先尊重别人，莫大概讲话时阵安尼歹面腔，讲话这么直接，去伤害到别人的自尊。谁叫伊常常跟我作对啊？若无我平常时，嘛是对人足客气好无？对啊，志成，我听讲恁阿姊为着要保掉红毯的经营权，竟然叫郑怡去替郑群做代理预谋。啊，你拢袂感觉这件代志足离谱的？这件代志，阮阿姊确实考虑了无够周全，我嘛有讲伊啊。不过我知影伊的出发点，伊
由于郑群好，是替郑群还佮郑英两个囡仔未来的设想，不得已才安尼做。敢是？我是感觉，阿姐是惊郑群若是死去啊，迄丰田集团会互你规碗捧去，毋再想出遮尔违反伦常的代志。好啊，莫佮讲啊。我这一段时间好，我想清楚，我相信一定后悔，会叫郑英做这款代志啊。这是我讲的。伊恁阿姊遮尔精工，伊阁遮尔爱计较，个性看起来，就算讲伊即届无予郑英做代理孕母，以后嘛有可能会找别人做。啊，死狗，过家做。拢互伊补甲乱糟糟，啊！恁家底下的感情嘛，就有可能会拍歹去。志成，我是感觉你上好赶紧把股票过户我，安尼哦，大家才袂为着钱的问题一直安尼吵吵闹闹，开家花啊，卖较圆满啊，你讲对无？志成，你敢是后悔答应讲要把股份让予我？若无，是安怎你看起来敢若无啥欢喜啊？你放心，我答应的代志我袂去反悔。读书迄边我已经约好时间啊，志刚，我会带你过去过户。多谢你。我就知影你上爱我。好啦，今天去上班，我嘛变无闲啊！啊，冠廷回诊完了，我搁要赶去开会，赶紧确认住院餐要用的食材。小飞，你敢无感觉自从你只住院餐来做，开始有侪时间伫咧顶头啊？啊，即马干那是筹备期，还未正式开始。等你开始做的时阵，你感觉有时间会当陪冠廷？我已经接不来啊！你到底要反对我到什么时阵？啊，虽然我即阵仔真无闲。啊！不过我嘛是有找时间陪冠廷，敢毋是？小飞，你敢要去考虑一下？归去哦，咱卖做这住院餐呐。一定个。冠廷，你抱起来，我接接电话。喂，哎，我已经到病院啊，等下就去因找恁开会，啊，确认迄住院餐的代志。好，拜拜。阿冠廷的尿酸拢断件呢，你提一袋我啦，我来替伊嘛。哦。我今日要出门之前看开袋尿酸伫内底啊，奈无去啊。好啦，冠廷你抱的，我即马随去买。做做淡淡，无算开心。嗯，爸爸已经去买尿素啊，等下就要清洁厕所，等我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开始开始。啊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唉，医美中心麻药的代志，竟然这么严重。佑清跟小安，到底是倒一个人，无向我坦白？郑群的状况愈来愈歹啊！你是不是会当赶紧替伊做动静手术？若无，我惊伊袂赴啦。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？这件代志咱已经讲好啊。郑怡还佫有机会就反对嘛？我知影因反对，也毋过
我会说服伊啦。你先照我的意思啊。阿姊啊，不是我唔肯答应你，这件代志牵涉范围真正足大诶，而且几乎甲正义因拢反对。啊，你若是坚持要做，到时阵我甲规家伙啊，安尼拢变面啊，到时你要爱结果。啊，我唔管啊，以后因连知影我安尼做是正确诶。吴志成，你若是唔肯斗三工，我即马就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把郑全送去白金病院。你放心嘛，你无想要做的代志，我叫白医生来做。你即马是咧创啥？你较冷静好无？郑全的状况即马真严歹，万不离，你送去白海病院，伊若会出状况，是无命的呢。哪里你跟我斗三工啊？你若是愿意跟我斗三工，我敢不是要用这步？我是亚军呢，我比任何人更加想要救伊。啊，不过我是医生，我不是神。哦，所以连你都讲，你无法度救伊，那你先做无必甲斗相共，你就替郑局长一个交代。你听无话是无哈？我到底要安怎讲，你才会当了解哈？这是违背伦常的代志。吴志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违背伦常的代志哦，这条罪我来担啊。你就算讲天公伯伯就好啊。我马上替郑局长交代啊！吴子胥，吴子成，郑局，今仔日你的状况还是无改善，我的心情也就歹。阿姆可不要紧，咱继续加油。我相信，咱一定会越来越好诶。既然咱两个人想法无法度有交叉，安尼无啥物好讲的，我要无用啊！哎哎，志成，志成，我甲你跪啊！你你要做啥？你咪学袂来好无啦？为了郑全，我啥物代志拢会当做啊！你阿姊啊，你咪乱来啦！我拜托你好无？喂，佑馨啊，你讲啥？郑全的 HR 甲 BP 下降？我水鬼哈，郑全是爽啊，我被鬼。志成大娘，你替郑全动情啦？都什么时阵？你搁甲我讲这？吴志成，你今日卡孙若是愿意甲我斗相共，我一世人拢会感激你。但是你唔肯甲我斗相共，就表示讲你心内无我这阿姊。那呢，我嘛无需要甲你当作五百人啊。你到底要让我救你后生无？哈？志成，志成。乖了，哦，乖。我哪够给到这？这人为什么我有一个真实的感觉？可你们无在哭啊？为什么我大概站到这，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到底是谁住在里面？
气顶面的数字愈来愈低，是不是表示讲这人的状况愈来愈歹啊？为什么我的心会像那么痛？好亲像我也会当感受这个别人的痛苦同款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不过我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都有一种真实的感觉。你一定在生死关头打拼，不过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为着等你的人，也搁爱你的人，继续坚持落去。你一定要加油哦！想要看一下，行，咱先出去。小贝，你顶边偷走入去，人家警告过，别当搁入去啊！今日侵犯病人隐私，人是当可怜的。阿姐，出去先。你是想要创啥？我嘛想要入去看卖啊。人即摆在急救，你若是入去吼，敢制造麻烦呢？搁再讲啦，咱嘛不是家属，卖入去捣乱。不是不是安尼，你都是嘛看到啊，伊一定有阿姑还佮阿金拢抢入去安尼，就表示讲遐病人即摆状况足危急的，所以我嘛烦恼啊。你是伫烦恼啥？还是讲你知影到底内底人是啥？我唔知影，不过我大概经过这病房，我就有一个真实的感觉。而且我拄只伫个内底时阵，嘛真清楚感受到迄病人生命中的消息。啊，搁有啦，原本管人在哭，啊，不过经过这以后，就无咧哭啊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甲迄个病人一定有啥物真特别的缘分。看起来正确。应该是冻无久啊！你若无可能消费个冠廷，拢特别感受。那呢，我敢是应该让消费因母仔，你看郑群最后一遍。不严谨，我绝对袂当让消费知影这一切。正确，请你原谅我的自私，因为只有你走，对我跟小飞结果关天，这是最好的。小飞，你就是安尼，乌白行来行去，才感应到许无好物件。啊，你不是讲等一下该开会？阿兰哥紧带冠廷去回诊，要不会袂赴啦。啊，你先做白行。我阁想要踮伫遮一下啊。你，啊，冠廷的回诊时间没到啊？搁再讲啦，你内底带啥物我唔知，阁硬要徛伫遮，你到底是安怎？
设置200 charge。可以。
麦克，啊，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谢谢，麦克，我好，有反应啊嘞！可怜，哲君，阿哥就知影讲，你要将伊跟咱就放弃，加油！阿姐，姐夫，哲君会有生命迹象，我继续替伊急救。出来对人同款，是安怎？我实在用心，甲小安实在用心，会差遮济。喏，多谢。佳雅，你今麦感觉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有啦，较好啊。你咪完了。好佳哉，只是外伤，不是伤到骨头。啊，若无我绝对袂原谅阮哥啊。我安尼千交代万交代，爱照顾你，伊竟然甲你照顾到送来病院。不知，这嘛袂当讲个大句啊。毕竟伊毋是专业看护，也是保姆啊，所以袂当照顾，迄足正常个。伊就是安尼啦，自细汉就干呐要顾家己，顾自私个。爱讲别人自私个人哦，其实家己上自私啊。文章。啊、你是去倒位啊？妈，前几天
我看你坐椅啊，还是爬楼梯的时阵哦，拢淡薄仔吃力，我就去药局帮你问。药师讲你平常时会晓补充剂啦。这里面的成分 UC2 有美国、日本很多国家的专利，一天哦，只要吃一粒，好好保养三个月，你就感觉你的身体更加流利，听起来不错呢。而且哦，这是迷你，更好吞，真适合你啊。你还是大心哦，阿仔阿妈不算要吞东西。妈，你就要好好保养身体，有灵活行动力，以后走路还是爬楼梯就较轻松啊。好，阿祖今仔日开始哦，我就开始吃菜。来，啊哥，你个真友好嘛，个真好爸给骂嘞吼。是啊，我无参求你啊，敢知友好人红啊？哪有？你自细汉就住伫美国，伫遐读册。我伫靠，我陪爸妈的时间，你阁无我的十分之一嘞，阁讲我。陪我较久又阁安怎？若是无用心，害爸妈去辛劳命，那是白了工啊。李文章，你讲啥呗？好啊好啊，你两个卖去冤啊啦。李副理，吴院长，院长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听讲哦，家有受伤，啊，所以来关心一下。加油啊！啊，工作处理了以后，敢有感觉较好啊？有啦，啊，有就好。看你即马这个状况哦，我就想起有一段时间，我和柯医师安尼做精神疗法，常常会行到只剩半条命尔。所以我会当体会坐轮椅迄款身不由己的感受啊，所以不管安怎讲，以后出去的时阵，家己要特别注意啊。我知，多谢医疗的关心。啊，像我刚才出来哦，我参像柯医师迄种头壳歹去的人，啊无，即声我就害啊。所以我想，我后摆应该是别个对着种状况才对啊。对啦，啊，厝内底哦，有头壳歹去的人，已经开刀接受治疗啦。啊，吴院长。欸，当初你的脚是安怎好的？哦，我当初是因为生钱无了，啊，开刀摕出来了后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好好复健，才慢慢恢复的。那是参像你安尼，这么久袂当行，阁会当恢复，那你刘家瑶的脚是毋是嘛会当恢复啊？家瑶的脚哦，我甲家瑶的状况较无同款。迄个时阵，我筋膜瘤增生，去跌到脊椎神经，所以一定要开刀。啊，不过加油，受伤也无位，真有可能会自行修复，所以只要较拍拼做这复健，伊会当徛起机会，绝对比我当初搁较大。啊，加油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较拍拼，啊复健，伊都有机会徛起来呢。吴院长，哎，那照你的意思，是不是加油的脚早就已经好啊？应该无可能啦！坐过轮椅的人拢知影讲哦，唔若痛苦，真正足无方便的。啊，若是会当徛起来，那有需要搁坐轮椅啊？加油，你讲对无？就是讲啊，哥，你是不是早就怀疑加油的脚早就会当行？我逐天伫个身躯边，我哪有可能唔知影？这嘛是有可能啊，因为大概你看刘加油，目睭就有白内障。妈，你看够啦！好好啊，你两个卖个吵吵个，我真正头壳足疼的啦！哎，李夫人啊，你平时看起来无啥好呢，敢是身体都无爽快啊？哦，最近哦，常常拢困袂去啊，所以精神哦较无好啦。啊，之前啊，我有去那个医美中心做保养啊，啊，拢有自费做黑白虾。啊，做了我整个人哦，拢变啊较轻松啊。啊，不过最近常常拢无去啊，啊，所以比较较有状况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啊，李夫人，我是建议你啦，你应该去看身心科。像你这款状况，若是让医生检查开药啊，应该有真大改善的啊。哦。
太谢，我阁有代志要报应，安尼我先去陪，就我叫幺二啦。多谢你。没啦。多谢。多谢，早日康复哦。好，好，多谢。妈。妈。我刚刚这吴院长建议今后，我找时间陪你看下身心科，安尼好不？好啦。妈。我之前跟你讲的时阵，你拢拖拖嗦嗦不答应，现在过一个，你就讲好啊。好了，反正叫妈愿意去就好啊。对啊，我想要变数，你陪我去。我陪你去。是谁的？哎，公公先打电话来，我去王家接电话啊。那你也去，阿谁就先去哦。知啦，知啦，知啦，你赶紧出去啊，门口关。哦，好啦，阿姨叫谁就先去啊。知啦。不过来，不过来。郑甲李文章这对兄妹是安怎？敢讲爱国还是真欢喜是无？嘿，小安啊，爸吼，在迄上高级的宴会来找你啊。嗯，啊，这爸的头一个金孙当然好，我甲你抱一个啊。过去啦，我来办公室找你。哎呦，无紧啦，你莫讲，我莫讲，无人会知。去了，好，原来这个人就是伫外口欠一堆娇小左小安的爸爸。我不是叫你莫来白找我，你讲个春假，安尼就是我的困扰嘞。啊！待我摕补品来，互你补，安尼也自身困扰。我今日这补品哦，贵酸酸的，你绝对介意啦。当然摕到啦。好啊啦，以后莫再来白找我。知啦。妈，小等一下，阁会把车停伫门口口等咱。啊，你今日嘛忝嘛，倒去较早休困嘞。加油，你嘛是哦。我知道。哎，头前那个敢不是教主？教主，那请你多喝点，才拄着你呀。啊，密林地主，你哪会来病院？是身体欠安？啊，无啦，我是陪阮囝婿哦，来遮看医生的啦。啊，教主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也是阮囝婿。阿是喜欢查某囝啦，文正加油！啊，这位哦，就是我领袖班的教主啦。哦，你就是迄个教主。教主，多谢你。啊，这阵啊，这样啊照顾我嘛。啊，这是应该。这哪不是教主哦？把我开起啊，好啊，那个小灾该哎，这阵啊，我拢唔知变安怎过啦。杨美玲既然信爸信安呢，我看我要是跟你开好啊，那无洪知影我先走起就无好啊。周小安，
啊，你嘛是教主的信徒？啊，是啊，我伫个教主的身上学着真侪人生修行的道理啊。道理？什么道理啊？我阿金唔知听着什么奇怪的道理，竟然伫遐偷人耳耳啊，讲话讲一寡莫名其妙的话啊！我甲佳瑶，唔得好加再改动作是一个表演尔，根本都无改动作一回事。是啊，教主，江慧君哦，最近常常咧怀疑东怀疑西，啊，讲一寡有诶无诶，这敢会是你的原因啦？啊，这应该是个人行为，甲我一点仔关系咯。啊，若是地主看我咧通灵，啊，着有样看样无样，家己想，死计去骗人，安尼我嘛无法度。啊，伊若是搁继续咧落去，啊，赵慧玲无是要安怎啊？哦，那这部分。你就唔免替伊烦恼，连都是你啊！操烦的代志伤多，已经影响到你的磁场，互你看起来气色作歹。安尼啦，我今仔日就破例替你加持祈福一下。教主，你为要加持哦？啊，多谢你哦！哎，教主，海仔，我医美中心那边阁有一个 VIP 的人客伫咧等我，我可能要先离开啊。好，无用做你。Money back me home， 我敢唔听唔对，连家事拢讲着钱，看起来伊唔是什么教主啊，根本就是利用宗教甲人的心理弱点来诈钱。郑俊达进京过来啊，卖好食伤侪物件，爱喝药胃肠啊，就死用者。我刚才啊，咱大刚拢替郑俊伫咧按摩，伊肌肉才不会酸。对啦，之前嘛讲哦，虽然郑俊即摆看起来身体较好，不过应该无性命危险啦。过两天啊，再安排做一个较详细检查，看有啥问题。真感谢天公伯伯庇。郑俊总算清醒啊！妈，歹势啊！你阿昏迷这段期间，你要特别照顾，一定真辛苦。当然辛苦啊！阿唔过，又唔是为着替你做偌济代志辛苦，是阮的心情。你看我跟你妈，我叫你代志操烦到热闹鬼火啊！郑俊，不管哪讲，你总算是清醒啦。管哪辛苦，我嘛是心甘情愿的。郑俊啊，你敢知道你昏迷这段时间，阮发生过足多代志，你妈甚至啊要替你。好啦，好啊，莫搁讲啊。妈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无代志啦，啊，你即马精神啊，代志都嘛解决啦。对啦，代志拢过啊，无代志啊。既然恁无想要讲，就算煞去啊。我想要知啊，其他人哦，即马情形安怎啊？想说能不能来看我？其实我跟你妈，无大家知影你还阁活的消息啦。为什么啊？为着要保护你，若是予杨三太知影你阁活的，阮是惊讲伊阁来找你的麻烦。后来杨三太予人关啊，啊毋过你煞昏迷不醒，阮对你的身体无把握，所以才拢无讲。我是怕说关心你的人看你这样会再失望了。这样说起来
除了林以外，啊，其他人都唔知个话咧。咱家己厝内底人哦，拢知影。就是讲，李淑萍妈妈、阿公、阿哥、恁阿哥，阿我唔知影。安尼一定成为我死啊！定真艰苦条啊！还是当年的，伊当阵哦，确实真痛苦。那你即马，你即马好无啊？伊即马真好，有啥物来向关以后，都帮伊煞，嘛甲伊离婚啊！啊，可以说嘛恢复正常啊！伊两个即马保证结婚啊，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一口笨手，总算我也慢慢自由，慢慢免阁互一口笨手安尼控制。这都嘛是伊的关系，好不？那不是因为伊，杨三太嘛被你阿公派人来对付你，你才不免受这样子苦啊！淑君啊，这也不能怪淑萍啊。我要怪伊，是要怪什么人啊？爸，妈。太太呢？哪会不来啊？林太太，于飞啊！中年两人的关系，将话饮看详细，才知爱你万千。要恋你的滴滴找啊找，想你到老也袂变。